演员刘晓庆一直被誉为圈内的不老神话，近日刘阿姨更是在微博晒出自己开会时候的照片，皮肤紧致，容光焕发，根本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，简直就是在晒嫩照。而到了如今这把年纪，却依然能够接演18岁少女的角色，除了得益于她精湛的演技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她永远饱满的精神状态，粉丝们更是纷纷留言，女神依旧美丽动人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